美丽的小兴安岭，在度电笔日我小兴安岭。同学们，你们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收看快乐汉藏语。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所学的内容。老主座，今年老大了几百个时候，但我自己老着很低音，同妈的老得公民能在脑下就这些。下用各种各样，各种各样。能办难处，能办难处。懒洋洋，懒洋洋。牛背牛背，牛背牛背。祖祖辈辈，祖祖辈辈。怕咩样咩，怕咩样咩。西沙群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西沙群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西沙林场呢，我在潘美杨美景创立学校时，西沙林场呢，我在潘美杨美景创立学校时。同学们，洛登和嘉玲来到了美丽的小兴安岭，他们发现了什么呢？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下面我们就开始学习这节课的新词语、新句子。老主座，老电动那座你这边是我小兴安岭那天的这些日子的些呢，将在古道我去哈过用来的，同埋我去娘的红灯的名字沙巴了几大。名字啥吧？嫩绿，永固，融化，热哇。欣赏，热哇。树木长出了嫩绿的叶子，行动了龙的勇个血雄。嘉玲，你知道大兴安岭吗？那座这是我大兴安岭设计的一席。又来考我，你知道小兴安岭吗？有俺了巨人算把二人却记是我小兴安岭一席。这对，对呢。嘿嘿，不知道了吧，小兴安岭可美丽了。哈哈，去马戏社啊，小兴安岭我们最不赢的呀。那里有些什么？对呢，这月里人那里有数不清的红松、白松、栗树。对了，中路没比姓索马东姓刀把树月里还有呢？对面这月里那里的四季都很美，春天的时候树木长出嫩绿的叶子，山上的积雪也融化了，小鹿侧着脑袋欣赏自己在水里的影子。地对这一步行动自己的雪嘎行动了龙大吉星日子一卡瓦用行动的下瓦囊古我有游戏的却弄下为龙年节日年了这么热的啊，真美。夏天呢？女人在不热，对呢，压个就有了热。好了，同学们，看完了这段情景动画，你们知道这些词语的含义是什么吗？呀，老主座，个人的做了大杂技，却这个民间的那个古代英雄，贪念这些。嫩绿就是刚刚发出来的浅绿色的叶子的颜色，
江姑娘写马特别罗明动眼不拉些。融化是指冰雪等受热以后变为液体的现象。喝完呢马东卡瓦苏可以能帮助我了西里。欣赏就是以喜悦的心情领略美好事物的过程。若完呢周围狼是血巴了西。同学们了解了今天所学的新词语新句子，现在让我们共同来读一读吧。罗主座第二个名字三班的农罗中学才记大家今天的今天啊。伦敦下酒嫩绿嫩绿永固永固融化融化喝哇喝哇欣赏欣赏若哇若哇树木长出了嫩绿的叶子树木长出了嫩绿的叶子。行动了龙的勇个血熊。行动了龙的勇个血熊。片子怎么接哇楼主座第二个名字三班呢血儿熊。大家就把那座椅切出了巨型链子里。五个探年道理小娃一把的供应杂具切去上了一栋的链脚。呀楼主座切去来用大把的工程。B, 小娃表兄来举送。同学们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所学的新词语。楼主座当我去第二路边他你三把的到下用这些。融化融化融化。嫩绿嫩绿欣赏欣赏欣赏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了一些新词语让我们来共同书写一下吧爹地我记他念三半个中月里但我今天的进这一答案永固热瓦热瓦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再见罗主座第二个罗金的年长小林大的目的